声，制造出热闹欢腾的气息，撞击出生命的活力与成长的激动，也展现了生命的丰腴与圆满。这个渠道呢，也呈现出我们台湾节庆和谐安康的欢乐景象，充分传达出丰富的情感，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吉祥与祝福。整支舞曲呢，可以说是洋溢着节庆的气氛与人心的雀跃。在这边呢，也要祝福大家来年更能够丰饶圆满。